勇敢地向前方，乘着梦想的翅膀。你在人天有多高，任凭我们自由翱翔。生命就在前方，有梦你就有希望。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开门大吉，来了，出发。听说今天有几个猜歌大魔王，我倒想会一会，到底有多厉害。一般说自己是大魔王的，往往结局都不是特别好。嗯，你来干啥呀？你看我们俩是不是都第二次来了？我们啊，可是元老级别的了。我觉得我的曲库量还可以吧，在台上的话，应该一两首不太成问题。第二次来就是实力这一块绝对不能小觑，你知道吧？我可能听过的歌比较多，但是你真让我说歌名儿，估计不太能说出来几个。那前辈有什么经验能够传授传授？经验教教我。经验是有，但能告诉你吗？嗯，我觉得我就是我行走的小曲库，因为我动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生肖后生肖，你们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一切都是未知，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交给命运吧。加油，辛苦各位了。请原谅我的自负，曲量绝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天天都听过去。别看我唱二人转的，但我拆歌这方面就嘎嘎的。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趁着最后的时间，抓紧时间听你歌。来了就是全开，觉得我的猜歌实力很强。中华小曲库，反正我今天就是来撞大门的。等一会儿试一下耳返。喂喂喂，可以，没问题。好嘞，我们准备开始录制，现场准备。欢迎来到全新亮相的开门大吉，这里是勇敢者的游戏，这里是追梦人的舞台，这里是由长安花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林婉迪，欢迎各位的到来。众所周知，我们的现场有12扇神秘的大门，背后都藏着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这么多年以来，这门的顺序循规蹈矩一成不变，所以现在全新改版的开门大吉，我们要试着把1到12扇大门的顺序彻底打乱，准备好了吗？来吧，走着。5、4、3、2、1，停。好，这就是随机打乱的门号，请各位观众仔细看好了，记住现在的顺序，因为马上我就要让他们在你眼前消失。生活就像盲盒，你打开的一瞬间才知道里面究竟是惊喜还是挑战。来吧，各位选手，自求多福，欢迎追梦团团长叮当。追梦不能急，门铃来出题，过了我这关，开门见小尼。在你说完了游戏规则之后，我的眼前就是一组组的画面，家里的老人小孩纷纷拿出手机，然后把所有打乱顺序那个号码给拍下来。对，哎，对照一下，看下一个，你给选那个，你给选那个。但是我们9个人是完全不知情的。郭小晶现在有一种很畏惧的表情。这全是套路啊！你比如说我第二次来，对，我如果要是拍对了，我好不容易出去了的情况下，你选个12，对，我一下选个12，你说这怎么整？多刺激啊！是够刺激的。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8个人，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来，媳妇在家不用干啥，老公挣钱给你花。大工程小电锅，开门大吉，冲冲冲！人生如戏，连蒙带猜，开门大吉。听歌唱歌我的爱，今天大门都得看。勇敢追梦，没啥不可能，今天亮哥一定行。
坐得稳，拍得准，今天我要撞开门。初心不畏惧，猜歌拿第一。梦想舞台一定精彩，金色大门我来打开。好，这就是今天五位男的八位选手，来吧，我们第一轮比拼正式开始，请准备视频。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今天上场的第一位，他会是谁？就看谁快。请看榜。哦，哇！没想到啊，也是实力，也是实力摆在这儿了，没办法。来吧，涛涛，梦想有门，开门大吉。你好，你好，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涛涛，来自黑龙江大兴安岭加格达奇。今天你的梦想是？两个梦想。好，第一个梦想代表尊敬的徐淑芬女士，这个跟小尼合一张影。徐淑芬女士，我想一想，应该是你的，是您的，是您的粉丝，是我媳妇的姥姥。哦，姥姥。哎呀，老了，徐淑芬女士。对对对，第二个梦想就是，因为我在家里经常做这些小手工，但是平时比较凌乱，想把自己家改装一下。没问题，那来吧，开始今天的挑战。好，来，你最想选的是几号？选猴。你觉得它里面应该是多少钱？5800底。你是想往上走是吧？对，来了就拿个大奖。没问题，我给你来个12，抽个12号。我猜那里面肯定是12。猴，请准备。哇哇哦哦！我跟你说，他选11，我们就安心了。对对，哎，兄弟，我就奔这个来的。别把话说太满了，上来就11，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啊！来吧，11号门，请按响门铃。11号门背后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兄弟，我觉得咱俩今天聊的可能也就这么多了，你的故事也没机会聊了，再见吧。但是11他也不一定就不会。对，他会了，下一个按12。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对对对对，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我做主。我表示震惊，基本上今天我圆满了。我也觉得他圆满了。什么歌？我的未来是。你行啊，是媳妇儿在家调教的好吗？练了，特殊训练，天天就是。怎么特殊训练？自从来了之后不能睡觉了啊！你就给我听歌，必须把你这个梦想完成。那我们就开了，开吧。好，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没问题。
欢迎梦天使女子乐队，你们好。真好，完全没有想到你会拆得这么快，就是实力。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想到。我刚刚看见他上台的时候，我都在想啊，应该我们不会那么快，然后我就继续待着。结果一下子，哇，是我们的歌，然后我们就很紧张的就跑上来了。我想他抽到了十一号门，我完了完了完了，这下。而且我听完门铃以后，我更觉得完了完了完了，这一上来就。没想到有两下啊，中华小曲库，好大，这都存在这儿了是吗？都有，脑回路都有。可以，训练有素，好吧，谢谢孟天使，谢谢你们。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一上来就收获到了20000元。我哭着给他鼓掌，咱回去吧。来吧，那正好就有空跟你聊聊呢，我还以为。你这答错了，我都没法聊你们家那档子事儿。我重点是为了聊天，为了聊天我也得答对。有啥好聊的？你们家的家庭情况全都归谁管？钱这一块指定是得归我媳妇管。嗯，今天来我说参加开门大吉，这个银行卡都是现领的。因为这个装修目的是我个人的这个物品陈列和展示，他不出资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得靠我自己出来争取了。你在家里有什么话语权吗？话语权其实也挺多，我说啥时候焖饭就啥时候焖饭，我说那个地，哎，咋擦就咋擦，谁也不好使，厨房谁也不能进。真的？对，相当有地位了。这么听你的？对，在我家这块我就是权威。为什么呢？基本上他不参与这方面。合着焖饭擦地都是你？也不一定，他如果要是脾气上来了，说抓紧去，我也改变一下方案，改变一下方案，改变一下方案。怕他吗？怕都谈不上。哎，尊重尊重，谈不上怕。好男人，他现在在线上吗？在吗？那段能不能掐了呀？听领导谈一谈，对你的未来是有什么样的期待？哦，你看那个眼神，好犀利，有点吓人。怂了一下就怂了。你好。哎，小妮你好。跟我说话可温柔了，刚看你的眼神，跟我说话也挺温柔的。你老公怎么样？第一个出场骄傲吗？我特别的骄傲，我也没想到他刚才能打得那么快，我都做好已经就是圆珠的准备了。你觉得他还能继续走下去吗？我相信他，毕竟在我家家庭地位这一块他拿捏得非常稳。所以我觉得梦想基金这一块他也能拿捏非常稳。那你们俩这生活细节我不想再问了。我们稍后再聊好不好？来吧，继续前进。好，选择选狗。狗来吧，狗，请准备，整个12就得了。12！哎呀，我的妈！哇，上下来下，很精彩。好，这是特意的吧？我不相信，我认为这是有人暗箱操作，我不相信。别怀疑了，哥。我们来看一下回放，我的天，太刺激了。哎，得亏真的开场的时候我让大家看清楚了，不然我真的都说不清楚了。你是不是老有这样的运气啊？我这当时我选号没啥逻辑，我就寻思我属猴，我媳妇也属猴，完了我儿子属狗，我就按这个生肖顺序这么猜。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来了我就奔他冲的，无所畏惧。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你有求助。妈呀，太刺激了。来吧来吧，12号门请按响门铃。这节目一开始11、12号门就出去了，节目的高潮都没了，这还有啥好看的？你这样，我都替他紧张了。他自己每一步都很沉重。3万。是，不是，叫他犹豫了。什么集市？哇！等会儿啊，我这个我绝对听过。卡啊！莎拉布莱曼唱的。对。
叫什么集市来着？你可以唱出来。英文呢？你唱。英文呢？他一个一定能答对，他一定能答对。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这个，你再唱一下，也许不用求助你就能猜出来。你唱出来，你大声唱出来。Welcome to 斯卡罗特。哎呀，好近呐！这孩子老烈了，感觉就在嘴边猛住了那种感觉。你就差最后临门一脚，就差一点点。我不想让李用求助。你有非常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就这个英文也想不起来了。我跟你说，真的就差一个字了。欢迎来到斯卡，已经无限接近，斯卡布莱特。差一点点。斯卡布罗特。给我一个答案。斯卡布罗。斯卡布罗集市。是吗？给我一个答案。斯卡布罗集市。哇，可能会有一些真的是好之外反正我觉得你媳妇儿在你手里，此话怎讲呢？因为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男人，真的太聪明了，太狠了他。什么集市来着？斯卡布罗，一起期待开门大，确定？确定，开吧。这里是长安花菜子由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现在担心的是12号和11号门是每一期节目的高潮，咱这一开场就把这门开了。关键人家猜出来了。汤平你别下去，急，就这么精彩漂亮。哎呦，这是一般人，真棒。哇，记住了。欢迎来自中国交响乐团女声五重唱组合。你太棒了，我们在后台你刚开始一选出来的时候，我们直接的心跳直接要蹦到145了。我觉得这门悬了。我们都替你捏一把汗。他一点点的再把这些字归位，然后他在无限的接近自己脑海深处的那个正确答案，真是太不容易了。我想问一下，你脑子不断的在纠错，找一找，再找，你会看我的眼神吗？会。我的眼神在说什么？如果他是错的，你就会下意识有一些表情，是吗？对，我控制不住自己啊。对，他太神奇了，这娃脑子真的很灵光。特别会察言观色，家里人肯定都特别喜欢你，尤其是丈母娘啊、
哎，或者是丈母娘的妈呀、姥姥这种，你肯定伺候得特别好。还行，可以，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万元，哇！天哪，一上来太厉害了，就是这种能猜歌的人太厉害了。我们还没等上场，就像观众一样。叮当，怎么办？在他猜对的那一瞬间，剩下的七位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娃呢，回家呢，不娃呢。这还有啥好玩的呀？你上来就开11和12，让我们这个节目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没有了亮点。所以他唯一一个办法就是继续答下去，到最后一扇门错，钱全没了。你不要回来。所以你也知道，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对你实行的是捧杀战略，多少给点压力。听出来了，听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他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对对对 对, 对。但遇到这时候，还是要小心为上，好不好？是，好。那么多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你，好吧？来吧，继续前进。我跟你说，这回要再出来个10，我就退出开门大吉。你别说话。10000以上的就剩10号门了。你别说话。这会儿你再选一个10，我整个蛇。蛇，蛇，你可，求求你了啊！别是10啊。来，蛇，请准备。棒。好，8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那也挺高的。来吧，可以吗？可以。放轻松，玩就完了，好吧？好嘞。反正玩完了，来，请按响门铃，加油！颜色。自信，猜到了。啥？赤灵。赤灵，你会唱吗？跑调啊，来吧。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居然还可以，还行。我在想，你的工作跟这个唱歌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是乱套，我大学学美术的。学美术的。对对对。然后现在做了医药销售啊，然后最擅长的是唱歌，还行。好，来吧，歌名叫做赤灵，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赤灵，没什么问题。对，好厉害呀。记忆着水袖起落，唱悲欢唱离合，无关我。盛开和锣鼓响幽默，戏中情戏外人凭谁说。观将喜怒哀乐都融入粉末，沉思长川又如何，白骨清辉解我。乱世浮萍人看烽火燃山河，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欢迎孙小磊，谢谢来到开门大吉。
真的是没有想到哎。对，英文歌曲刚才有了，对，流行歌曲也有了，这种国风也有了，很厉害了，太厉害了。我们只能放儿歌了，接下来我天天陪我儿子唱儿歌也没问题，没问题。难捏。好，谢谢孙小磊哥带来的演唱。谢谢您哥。好的，我觉得现在啊，就是这个之前的家庭梦想基金一打底吧，嗯，我感觉往上加已经没啥意义了，加的都是毛票感觉。天，这人咋办呢？这人。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5000元。哎呀，太狠了！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长安花菜籽油提供，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吃大面认准一桶半，本节目由全国销量领先的金麦郎大分量方便面特约播出。哎，听说这次来开门大吉，你还是特别主动的，哭着喊着要来北京。我这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来首都，就等着来这一刻呢。全家人都在关注，现在寄托了全家人的梦想。哎呀，重点是受这个徐淑芬女士再次强调，徐淑芬女士之托。徐淑芬女士今年高寿？80岁。哎呦喂，真好，你是不是特别孝顺老人？我还行吧，还行。哎，你说几个你在家里面好男人的形象，赶紧给大家树立一下。来呀，我这个人不太擅长吹捧自己，基本上都是别人吹捧，别人吹捧。基本上就是生活是各方面做到位了呗。嗯，你像我媳妇儿，她平时不太爱吃水果啥的，但是呢，她贫血，她 VC 还低，没招儿，你就得把那西瓜了啥的，都得给她拿那个模具抠出形来，整成 Hello Kitty。真的、啊？对，抠完了他吃，拍出视频来了，大家都看着了，就经常那样整，宠妻狂魔是吧？对，上班了啥的得给他带一份儿、再给他同事啥的都得带一份儿，还得伺候他们。我都给他准备多点，帮他维护维护人际关系嘛。哎呦、你还负责这个？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去单位上班，跟同事们也能炫耀他老公对他有多好，是吧？哎呀，对，基本上他也是受人追捧。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堂课，你也给电视机前很多的男士们再上上课，还有什么样的宠妻方式？这么说吧，我俩结婚4年，我媳妇儿给我做过3顿饭，但是她会做饭。你都数着呢是吧？哎，对，非常感动。头两次是处对象，我、头两次还是处对象的时候。处对象的时候，对，结了婚以后只做过一次。我过生日做过一次，因为她不想那个领我上饭店了。哎呦我的妈！能吃吗？没吃。能吃，我媳妇儿做饭正经好吃，这个我一定要强调啊、同志们。我媳妇儿做饭非常的不错，她是不做，她指定是怕挨揍。哎，这样会不会被宠坏了呀？哎，不用怕坏了，因为已经坏了，你不用考虑坏不坏的事了，现在就已经不好了，破罐破摔了，所以说就把她保护好就得了。我特别的骄傲，怕都谈不上，我相信她，尊重。已经习惯你这种宠妻模式了，对，所以就让他一直延续下去吧。对，就算这一辈子都这样又怎么样呢？对吧？无所谓了。哎，谁让你那么爱他呢？真好。好吧，继续前进。整个鸡儿吧，那个来个鸡儿。你点菜呢，大哥？小鸡儿炖蘑菇。来鸡，鸡，你觉得里面是什么？爱啥啥吧，也没啥挑战了，也站在顶峰了，没什么意思。最好是个10，真的，来整个有难度点的。哎呀，看一眼鸡，请准备。三，哎呦，咱也到平原上走。行，脚踏实地，行好不好？行，感受一下。三号门，你得气死后面那些选手，我跟你说，他们现在都要挠门了，我都听到挠门的声音了。得罪了，脚都抠破了，得罪了，气死了。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哎，不一定，真的有可能，难的容易，简单的你反而栽进去。哇呀！东边我的美人，你拦不住他。爱江山更爱美人。哎，他那个表情吧，就是特别讨厌，自信。他那个表情就像，在这真是开门大吉。我以为怎么着呢，也无非就这样。你们这都啥题呀？低调点。觉得这歌放在三号门，其实对于我们常规来说算比较难了。对。歌名叫啥？
爱江山更爱美人。我想问问二现场有人猜出来吗？问错了，你得问有谁没答出来。对，那你们猜对有什么用呢？所以让他赶紧下来吧，我们就等着他栽坑的那一瞬间了。我现在就是想看他猜不出来的样子。现在都等着看好戏呢。我能提醒一下吗？嗯，人家后面没有难度了，人怎么栽坑啊？他还有求助的机会呢。但我相信啊，任何故事都不会有最完美的结局。是的，我们就等着了。等着了，好吧。那借着你们美好的祝福，我们就继续走了。我们哪有祝福？哪有祝福？来吧，确认一下歌名叫《爱江山更爱美人》，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没问题。尽红尘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往日情景再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爱江山，更爱美人，更爱美人。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儿，那西边黄河流，来啊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爱江山更爱美人，谢谢哥哥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加油。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56000元。你属什么的？属猴。你媳妇儿属什么的？属猴。你媳妇儿也属猴。对，我俩都是属猴的。徐淑芬女士呢？徐女士，我真不知道属啥的。我老不知道徐淑芬女士属相。完了完了完了，百密一疏啊！能不能卡了？他本来都不紧张，就这个问题一下汗都下来了，紧张了。那我们就问问徐淑芬女士的外孙女，她也不一定知道，你知道吗？我姥姥属马的，现查的，现查的，咋查呀？刚开始你媳妇儿怎么追的？当年我相中她的时候，人家有对象，有对象啊，在大学的时候。然后呢？然后我这就等啊，嗯，等三年。干嘛？等啥呀？等人家黄呗，等人分手看有机会。知道人家能黄呢？我预测了啊，过不长，不行，配不上她。我一看这个到时间了，我该出手了。这黄了以后出的手吗？那必须，我正人君子啊。然后利用旅游的机会啊，来到了他所在的城市啊，很浪漫呢。然后这么一来二去呢，咱先从朋友发展，发展了之后，跟他扮演了一次顺风车司机，就是他要回老家办事儿，我说你坐顺风车不方便，不安全。我说我有朋友，我没说我怕他拒绝。我说我有朋友，哎，正好回去，家是你们那块儿的。然后呢，我就驱车这个700-800公里，来到了他现在的这个哈尔滨。等他一下楼，发现这个司机是我。哦呦，这个时候就好办，在半路上，哎，车里面已经准好一车玫瑰，一颗真心外加一张破嘴，拿捏。拿捏。骄傲的你说出来这种事儿哈，还行还行还行，木了木了，羡慕。那下面选啥呢？来个马吧，那就来马，来马。好，为了姥姥，咱就选个马。马，请准备。7号门可以，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哎，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请按响门铃。
完了，今天指定是白来了。我喝我的倔强，好厉害。走曲儿，直接走曲儿就庆祝就出来就得了。走曲儿还行，你今天真的是来砸场子的你。哎，你来之前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会是这种局面？我没想过，我说句实话，我在家我媳妇儿给我搞了个测试啊，我啥都听不出来。凡尔赛了。啊，你反而来了这儿以后开窍了。对，好多人在家里看开门大吉都会说，什么这么简单，怎么都猜不出来啊，急得拍桌子。结果一来，灯光一照，音响一听，懵了。他反倒来这儿轻松了一些啊。对，所以他在家里压力比较大，你明白吧？从家里出来，离的媳妇儿远一点，他反而放松了。有可能。好吧，歌名叫《倔强》。这个字念倔啊，倔强，倔。那我算你错。倔强，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没错。厉害了！感谢于 Michael 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倔强》。那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1000元，这么轻松就已经到了这个数。行了，这装修钱这就出来了。哎，你现在已经慢慢找到那个感觉了，跟没有来过开门大吉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这猜题，尤其是听门铃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这俩特别技巧，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当过英语课代表，我这个这跟你英语课代表有什么关系？听力能力特别强啊，听力特别强。Listen, my name is Han Meimei. What's your name? Lily, Han Meimei. 要耳朵特别尖是吧？对，就是一般在家干着活呢，耳朵还是竖着的是吧？老婆在那轻轻的，对，你得叫一声。接下来，现在还有7扇门。没整一半呢，你会选择整个虎吧？虎，请准备一号门。好吧，一号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什么心情？这是就平静，心如止水。快点的吧，快点的吧。按下。曾孤单过，朋友，周华健朋友，跟玩儿似的，小菜儿。今天玩的开心吗？还行，挺高兴的，挺好。我怕他们累着，对，站着真累啊。哎呦，真的辛苦你了。哎呦，他们肯定这玩意儿特心疼你。是，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为了他们扛下了所有，不容易。歌名叫啥？朋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朋友，没问题。哎，张伯伦，我是张伯伦啊。这些年
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终有梦，更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一句话，一辈子，一厢情，一杯酒。这是孙梦麟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加油加油！那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62000元。吃大面认准一桶半，本节目由全国销量领先的金麦郎大分量方便面特约播出。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你怕他吗？我不怕，我真不怕。他发火吗？哎呀，他生气的时候太吓人了。怎么吓人？就是他生气分几个阶段啊、嗯。第一阶段，呜嗷喊叫。什么？就是东北话讲叫呜嗷喊叫。什么叫呜嗷？就是不理智，大声的呼喊。啊！那太逗了。先发泄，发泄完了之后呢，然后他陷入了自我沉思分析，然后是冷战阶段、这么快就能够冷静下来、对，他的状态很快，应该是在半个小时左右，半个小时都是在窝喊叫啊，对对对，然后他不跟我说话，他就等着我去求他，然后也分这个生气的等级、如果说这个生气的等级要是列为2级左右、基本上哄他个半个小时啊，或者以物质啊交换呢、就会好。如果说是红色预警的话，什么叫红色预警？就是这个事儿确实是我做错了，这种情况下反应很快，有可能得持续到明天了。因为我家沙发我常年住，我家沙发都让我睡塌了，早住。他对你最有效的治理办法就让你睡沙发是吗？睡沙发其实是恩赐。如果他冷战，他等着你求他，但你就是不求他，你就扛到底，咱就拿出尊严来，会怎么样？没试过呀，不知道怎么样。他叫外号叫理由理，他就是道理本理，对，道理本理，不能跟道理讲道理、要不然你绝对没有道理。他叫理真理，对，真理。咱把今天这话题聊得那么露，可能平时也没这么聊过，你觉得你还回得去吗？可能我得回加拉奇了，回老家待两天了。这还是有点笑妈了，出来时间太长了，先避避风头、行，你看他那个眼神，小样，你给我回来。好吧，咱们整点成绩让他看看，好不好？好，来，一步一步来，选择，来羊吧，羊，请准备。6号门，不错，请按响门铃。非常熟，但是我不确定歌名。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应该就叫这个吧。但是我真不确定歌名，你可以唱一下。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是不是？我是说，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歌名叫，不像、你相信自己的直觉。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确定吗？就是这个名，那就确定，来吧。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没有吗？他犹豫了。你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明天我要嫁给你。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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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会读心术。我读出来了，在你眼里没有拉字。他已经把我拿捏得死死的了。一起期待，开门，门大吉。绝望吧，七位选手。
谢谢刘震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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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现在涛涛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65000元了，你们听到了吗？耶！你们都还在啊？你们居然没走啊？归干了，我们已经叫车了。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的看他一个人凡尔赛。对，哎，对，这样的。别解释，对，我要更正。别解释，你不许解释。我真的不，我真的不解释，没有，真的不解释。没有解释结果，别解释。你理解一下，站在高峰的人要承受得住这种风凉话。让他再猜两三首歌，然后我们再交给你们，我们等着他，好不好？没事，别着急。来吧，继续前进吧。来个数数，请准备。哎呀，二号门砸着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白给的啊！哎，也不一定，往往容易栽在这种简单的门里面。栽了吧，该栽了。啊，来，请按响门铃，别着急，慢慢来，仔细听。哎呦，这歌真是白给。这个旋律呢，他不会呀，他没听出来。哎，好，你可以下去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旋律已经乱了。其实这个旋律非常简单。他不会是懵了吧？我很意外，你居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听出来。对。我的大哥，你这首歌你要用求助，我真的是服了。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呀！你看这一圈数字都在嘲笑你。来，求助，求助，求助！太刺激了，朋友们，各位观众，你们看到了吗？这歌您肯定也听出来了，对不对？电视机前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歌。怎么可能听不出来呢？太容易了，没想到那么难的关都闯过来到二号门。抱歉，我只是在那个跟观众沟通哈。他连那个12号门都能听出来，他这个赶紧求助，哪种方式？场外亲友吧，场外亲友，看你敢面对他吗？现在？哎，这该面对迟早是来的。来，你肯定知道。我觉得我一张嘴他就听出来了。你哼一下。哒啦哒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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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爱如潮水。哎，这个我真求助真行，爱如潮水我真不熟。因为我平时听歌比较坏，可能就是说大众，经常听的歌我不听，然后大众不经常听的歌我反而去听。行了，二号门求助了，求助了媳妇儿，然后猜出来一个歌名，叫。爱如潮水，爱如潮水，爱如潮水。行吧，这只是二号门，它只是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哎呀，但是65000元都有可能折在这二号门上，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扇门的价值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真没听出来，真听不出来。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带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欢迎上上，我在后边好紧张啊！我本来是想顺顺当当的出来，想到我在门背后待了那么久，当时问我说，他不会折在你这儿吧？我说千万别，我可担不起。把求助用在你这儿了，真的。还好还好，我建议走下一步之前稍微要谨慎一点啊。谨慎一点。本来他名字特好，他叫上上。哎呀，没上去。上来了上来了，上的有点费劲，反正这辈子可忘不了，今天晚上他做噩梦都得听这首歌。好，谢谢珊珊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爱如潮水。好，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涉险过关，积累到了66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长安花菜籽油提供，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吃大面认准一桶半，金麦郎大分量方便面全国销量领先，微信扫一扫，开心常相伴。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场上的这种情况，最难的两扇门已经被你打开了，也就是说10号门还藏在他们当中。你说他还会再往下猜吗？就剩4、5、90了，两个3000元的，还有一个5000，一个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还4扇啊！如果你现在能把所有的门都能在没有求助的情况下打开的话，一共是8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这也是最高的数额。别下来了，要我就一直站着吧。他不敢站了。那我通过我理智的分析，我用这个66000去博这个21000，我觉得不算明智之举啊。其实刚开始有点冲动，想直接就通关就得了，最后我这个还是理性战胜了感性，给自己控制住了。问问媳妇儿吧，咱们也高风亮节一把，给后面那些漂亮的小弟弟小妹妹一些露脸的机会吧。你们终于想起来给他们露脸的机会了。哎，我觉得没意思。哎呦喂，我以为你们都不知道呢，怎么突然想起来了？要不整的这期像我专场似的，不太好，不太好。要不是爱如潮水，你才不会这么讲。李真理，你来决定吧。我觉得可以了。觉得他今天表现怎么样？老公，你今天表现得特别特别好。其实我平时那个管你这些，不让你玩游戏啊，也是因为我希望为你的身体考虑。我觉得你胖胖的，应该多出去运动一些。爱你哦。走吧。行吧，别长那么煽情。好吧，那我就恭喜你们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6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长安花菜籽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虽然依然没有能够让我看到一个脚踩风火轮脚踩祥云能够打开所有大门的盖世英雄，但是至少让我看到了这人世间最真实且美好的爱情，我觉得这就够了。谢谢你涛涛来到开门大吉，咱们继续选人吧。叮当，你们又有机会了。小尼啊，我真的我都不想说你啥。咋了？你为什么不打断他们两个人呢？我挺喜欢看的。他们两个人这样就是赤裸裸的凡尔赛呀。你们赶紧吧，给你们机会。来吧，请准备视频。好，一定会有人答错，正确答案是什么？谁是上榜第一名呢？请看榜。新蕊来吧，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所以永远是机会藏在绝望当中，绝处逢生。我终于见到你了，小尼哥。哇，你好，欢迎你。你好，你好。
是不是想过今天真的是白来一趟？我以为我就是一个沉重的大炮灰。来吧，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张新蕊，今年23岁，来自东北吉林长春，身高165，体重XXXXXXXL。好的，但是特别自信，特别可爱。嗯，从小就这样。这是命运眷顾你的一个机会，牢牢把握在手里，好不好？是的。你的梦想是？我想跟我爸爸买一个录音的设备，我们俩能在家一起录音玩。喜欢唱歌是吧？啊，特别喜欢。你紧张吗？紧张。要不你唱首歌放松一下。我这首歌就老想给你唱了，但是我怕我没有机会。你唱。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假装心伤心像一瓶花，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就好像是流满一幅画。好可爱，她声音好好听啊，有点害羞，特别深情的女孩子。那我们开始挑战啊，还有4号门、5号门、9号门、10号门没有被选到，你是属啥的？我是属虎的，他把我虎给选了。男朋友属什么？我单身。未来的男朋友属什么？他想属啥就属啥。那你随便选一个吧。那我选猪吧。猪，请准备。9号门。啊，他表情。来，准备好了。啊。请按下门铃。不紧张了啊。啊，放轻松。他会了。看你表情好像没问题。哎，姐，你会唱吗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连接，感觉跟他是一挂的。这个歌，这个歌叫做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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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对，确定吗？确定。哇，又来一个高手，大哥，你会吗？会。这歌如果让你猜，你能猜出来吗？绝对能。你曲库范围这么大，真的真的，你心里是住了个小萝莉吗？还可以吧，这个人也算轻松拿捏，我得给后面人点机会。来吧，歌名叫 Ring Ring Ring，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耶，漂亮。这张耳朵提高警戒，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铃啊铃啊铃，爱的和弦铃耶，来接 again。 拉紧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部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 ring yeah， 管他万外万里为你，绝不考虑花费，体温一旦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夜缺，就算变成小熊猫也得等着你的电话 call me。 一张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谢谢谢谢，拜拜。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那就是5000元。开心。希望他不要继续往下了，给别人个机会。5000已经够了。来吧，继续前进。好。爸爸属什么？爸爸属虎。对，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脱口而出爸爸属什么妈妈属什么，不像某些人姥姥属什么，哎，在那挠头。来，虎没了，牛兔龙，那选兔吧。兔，请准备。虎，请按响门铃，加油。
唱。好幸运，原来我狠狠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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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知道了。什么？歌名叫？小幸运。完了，咱们没机会了。大哥，这歌你总不会了吧？我说他答对了。你这个造型实在太招人恨了。小幸运，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漂亮。终于出来了，哇，欢迎汪瑞。小幸运了哈，是的，对，有时候就是谢谢你的没有继续之恩，能给别人带来小幸运，是的，谢谢汪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加油，感谢，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哟呼，你唱歌唱得很好啊。哎，你学的是动画专业。我学的是绘画专业。其实相比于绘画，我更喜欢唱歌。在上大学之前呢，我唯一能接触到跟音乐有关系的，就是我爸爸每天在唱二人转。哦，真的？对。那你应该学二人转。但是上大学了之后，我不就喜欢音乐了吗？音乐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在我知道我会唱歌之前，其实我是一个挺闷的人，本来自身就胖胖的嘛，胖姑娘总有那种自卑的心理，对，所以就不太喜欢和别人说话。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呢，有一天我室友就是看到了一个宣传报，这不是歌手比赛吗？其实你去吧，你别搁我们寝室成天烦我们了，你上那点试试去吧。然后我就在他的撺掇之下我就去了。结果呢？结果就是，哎，入新生的我不小心拿了第一名，新生还拿了一个第一名，还是一不小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变得很开朗。所以他对你的心理是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对吧？对，就是在台上的时候，我觉得新蕊不只只是新蕊，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我的外形，更多的看到的是我想给他们表达的东西，用音乐。所以那一次的成功让别人看到更美好的你，更全面的你，更自信的你，希望你站在开门大吉也有这份自信，好不好？是的，继续前进。好，现在还剩下两个属相，选择牛牛吧。牛，确定吗？我觉得那个龙应该是确定。然后我们牛，请准备4号门，3000元。好，非常好。一步一步来啊。请按响门铃，加油。真是匹黑马。
海阔天空。唱，别停。不上去全会。这歌他唱串了，会，肯定会。后来，确定一下歌名。后来，不是吧？全会，对吧？哎呦，吓我一跳，我差点以为你要拐到别的地儿去了。谁的歌？刘若英老师的。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漂亮。栀子花白花瓣，我猜我蓝色百褶裙上，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欢迎方雅涵。小明哥好。那你还记得还有最后那一扇门还没有上场的那个人觉得怎么样？我描述一下他在后面的状态吧。好的，他现在在后面是这个样子，就跟他一样刚才。对对，很像涛涛刚才。他是最后一位，不是歌手了，最后一位观众了。对的，对的。我们期待他的登场，好不好？是的。谢谢雅涵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谢谢谢谢。嗯，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打开了今天倒数第二扇门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新蕊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哦。开门大吉由长安花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也就是说，现在你是有求助没有用的情况下，你还有最后这一扇门了。其实我有点紧张，我觉得他不一定会猜那扇门。希望不猜还能有一个人上，就是差不多就行了，你不贪。开吧，开吧，开吧。咱们散伙吧，来都来了。对，好，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谢谢你们到来，感谢你们对开门大吉归开做出的贡献，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欢迎再来，再见。太难了。好了，龙，请准备，也就是最后这一扇门。十全十美的十号门背后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嗯，轻松就好，好吗？好，玩去。好，请按响门铃。怎么认得了？
还有一个我陪你，还有一个我来陪。这的是受尽冷风吹。对对对，就这个。如果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名。来陪。哎呀，这个。歌名叫。这个歌名叫啥来着？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以使用求助。反正最后一首了。行，那我选择亲友。谁？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恩师。好，亲友团请连线。老师你会吗？我会。哦，好，来，老师告诉我他刚才唱的对吗？他唱的对，他唱的对。啊，那这首歌应该叫什么？这个歌名叫做还有我。就是你刚唱的那一句。我真的对这个歌名一点儿都不熟。但是你刚才已经把这三个字唱出来了，在你的歌词里面。啊，对。好吧，谢谢老师。老师给出了一个答案，叫还有我。现在就是心情非常的意外，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我想问一下，涛涛，这歌你会吗？任贤齐唱的吗？如果全世界离开你，他也有些曲库曲库。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你刚才不是放弃了吗？啊，从你放弃到现在的每一首歌，你有不会的吗？没有，全都会。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刚才没有放弃的话，你可以不用求助打开所有的门。能，我其实就败在那个二号上了。他后出的话，真的很谢谢您败了。歌名叫还有我。嗯，还有我。一起期待开门大最后一首了啊，接对了，今天每一扇门都被打开了，欢迎佑辰。看着你有些累，想要一个人静一回，你的眼含着泪，我的心也跟着碎，你为那个人憔悴，为他扛下所有罪，我为你执迷不悔，整夜无法入睡。就算全世界离开你，还有一个我来陪，怎么舍得让你受尽冷风吹？就算全世界在下雪，就算候鸟已南飞，还有我在这里痴痴的等你回，还有我在这里痴痴的等你回。这里痴痴的等你归。王佑辰真的是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啊，还有我在这里痴痭的等你。欢迎王佑辰。Hello， 陈颖老师，终于等到你出现。我在后面真的已经瘫在那儿了。你竟然一直等到了最后，就有你陪着他一起见证最后的家庭梦想基金。好，来来来来，来到我们的身边。我想笑你。来了这么久，终于跟小尼哥比较近的距离了。对，我们中间还隔着一个他。就有点远了。好了，恭喜你，今天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最终已经积累到了21000元。哦，开心。开门大吉。涛涛，你也上来，快快快。所以还等什么呢？只要你有能力有本事来到开门大吉，打开你的盲盒，也许下一个惊喜在等待你。这就是开门大吉，梦想与门，开门大吉，下期再见，拜拜。开门大吉。真不知道那个歌名是啥，所以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回去要给他买好多好多好吃的。其实在涛涛上去之前，他排名第一，我是那首次排名第二，就差零点零。